胡子大夫。你要封住啊！封住在哪里？对，没有。你要封住他跑上去。对，对，来，你手，你要封住他，你要封住他跑上去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没有，我绝对确定他有刚刚，我刚刚买几底下。来，我在这边。哪里？哪里？别乱叫啊！乱叫，很严肃哎。我不见了，我是这样。刚刚没有看到吗？没有啊。干，还是你又在那边骗，跟盖伊斯一样。那认真，盖伊斯45岁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已经在这里面发誓。快点，我是摄影师，我是摄影师。这么早出现的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刚有看到他的脸吗？我看到脸，他就在那边。他那时候就没在这里。表情怎么样？他表情可爱。他现在一定超慌。他现在害怕极了。我们这边很多人，等一下射的时候变上车了，整个大只还是小只？算中只。中只怎样？我们其他地方有没有洞？没有啊，现在就只有那个洞可以上去而已啊。因为我跟你讲，老鼠昨天其实我昨天半夜有看到它玩的，它是躲在哪一个抽屉里面，在那边吃唱的歌。突然就被绑匪劫了。笑我。那是低能，我打的真是真的。来，包围这里，包围这里，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出来！我们这里有热腾腾的包子，器械投降！好，关掉，关掉，小杰那边，小杰那边，我们来了！对，那边，藏一下，藏一下，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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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叫！出去，你出去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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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大了，太大了，你这样太危险了。这是老鼠刚刚被什么踢飞？太厉害了，我刚刚只听到什么东西，某种生物的。好，要到来了吗？啊！你现在出来，我们还可以饶你一命。再过五分钟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吹剑之后啊！哎，跑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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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马，赶快，马，赶快！干嘛？也要注意不要那个瓶子，你来这边观摩。他刚刚冲过来，还冲了，我本来要跟人张他嘴，他暂停过，所以他应该是在停在这两张桌子中间，有可能，要不然就是又跑回去那边走。啊，我觉得他应该会跑在这里，他什么时候可以跑那么快又回去哈？没理由不见啊！他是不是躲在神秘电脑里面之类的？来来来，我们场外侦查组发现了，来来来，在这附近。叫什么？在背包下面，收在背包下面。来，我看了，在箱子后面，在箱子后面是不是？我挡这边。来，我挡这边。然后呢？在他那边。来，他冲出来，冲出来。我胡子那边去了。胡子，准备。准备啊，胡子。准备，这个门打开，这个箱子打开，它就出来了。胡子，不要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先让他晕一下吧，晕还好吧，他还活着哎。晕他只是活还活着啦，他蛮喘的哎，很喘，他很喘，比003还喘。他晕下，所有这个东西，等下晕了之后就把它放进去。真假哎，这么难放哎？不会啦，他晕了之后就把它这样。鼠哥哥，鼠哥哥啊，来逛瓦斯，让他晕过去，晕过去。胡子那边的气都跑掉了，他怎会晕？他怎会突然变很不灵敏？你看，开始变不灵敏了，有没有？一直扭他，对，我要确定他还会动。好，对，缓速了，对，他有吗？他缓速了吗？他缓速了，还没缓速啦。你在撵他，你在撵他，哪有缓速冷片？缓速了，缓速了吗？缓速了吗？
哇，真的有玩具哎！那个一个纸片，找一个纸板。纸片，你要放进去。等一下，我们直接把它放进去。哇哇！我是超猛了。好屌哦！胡子健，喂，他超屌，他被缓了，就是随便我们控啊。宝哥哥要喂鼠哥哥吃东西了，我想看一下他会吃花生啊。他现在应该吓死一个就好吗？他应该吓死一个鱼干好了。他会以为在喂他吃毒药。好，不然我再丢一点，再丢一点。我们来看他会不会吃。他闻到了，他会吃吗？有味道，没有要吃的意思。强哦，你飞天遁地耶，鼠哥哥！到底你好强哦！他还在跟，这么滑的地方，你到底是怎么上来的？老鼠的构造好奇怪，好特别。所以还是要用那个走那边飞天走壁的特技演员啊！你是不是用洛克的三段跳这样？一直断跳，然后突然就是插进去。哦，你亲眼看着他这样子。对，是老鼠很聪明，他知道那个是出口。要把它取名叫什么好嘞？鼠哥啊，鼠哥，鼠哥很烂的啊！我想到了，我就决定了，从今以后你就叫做鼠西部。我们花了一个西部很强，我们花了十分钟抓到一个鼠西部，夹很紧的鼠西部，鼠西部有力。他很害怕，我们是不是要帮他做一个家之类的？哎，还不错。然后屎尿，引来越来越多呢。觉得那船员这么爽哦、喔，全部都要来住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就属西部二号、三号、四号这样子，看谁的属西部最大，每个人都抓一个属西部。我靠，我公公知道吗？人家养天竺鼠，我们养家鼠，哎、欸，是钱鼠好不好？带财呢。那我们等下去宜中鱼买笼子，直接养起来，往上盖。好了，好 ，OK， 行，对呀，好啦，这样应该出不来吧？对啊，尖叫！哦再看看要怎么办，看看要把它养起来是怎样。养起来。好啦，总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室 Life， 非常突然。谢谢瓶子帮我们开眼。对不起。OK， 好啦，那今天这样。好有成就感哦。拜拜。